哦，欢迎到第一首歌的《Burning of Ice Every Birth》。这支既然是啊，继续是上次的那种音乐吧。啊，不过这次是原版 Isaac 的吉他remix， 电吉他 remix。我的76，今天我一天都在外面啊，这个好好来玩一局，结果是白马硫磺火，那简直不得了，上来就是奇怪的蘑菇，也是不得了啊。加一格空的血上限，然后 0.5 伤害，减一点移动速度，当然有白马了，根本就不是问题。总之384 TV 8Y， 觉得这次应该不要立 flag 比较好，是吧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无论怎么样，好的开局都有可能会被一些操蛋的状况给弄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不要太过轻敌了。我们的连射呢并不差，所以说这个蓄力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我现在需要一点点红血，有红血吗？分钱，地层巨大呀！啊，这个房间是什么回事？哦，有敌人的，这个房间我居然还真没见过。还是说我见过不记得了，因为这种房间的比重肯定是特别特别的低，所以说有可能见过不记得吧。好像木有特殊石头，所以算了。这边的话，要不要开一下？开一下吧。这个卖萌专用啊。可惜浪费了我一把钥匙。半颗红心，然后八分钱，我们也没什么可以做的这一层，是不是？哦，差点错过了好东西，是不是？好了，boss， 掐射程这个完全不用啊，把这个东西拿一拿。我应该没有错过什么特殊石头吧？其实错过了也没办法，因为根本就没有炸弹。好了，第二层，这个等一下再说。Elgis， 这个是无敌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先进来看看。我可以利用这些钱来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饰品，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行为吧。说你能爆炸了吗？这么难爆炸呀 ？Elgis 要无效了，行吧，那就这个样子了。哎，炸弹好啊！你给我放一个可以吗？你可以给我放一个吗？哎，漂亮漂亮，就是要这种效果。好的，现在实际上就怕这个 bad trip， 那实际上也没什么，这个 bad trip 就 bad trip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需要什么道具呢？不是这个，反正不是这个。开眼科技，然后开眼科技，弯勺羹，这些都是上品了。然后其他的话，好像也没真的没想到什么东西。挖刀是个比较好玩的东西，可以有。好的，搞定。血量上限是好的。我们要相信自己拿到圣心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三层。
这就直接拿了，亏一格血其实并不是很有所谓，两个金箱子开一开，不过出来东西有点渣渣。哎，钱，这边的话可能考虑现金商店是比较好的情况吧。这小腰包在里面掉了一个，钥匙哈。等一下真的不够用的时候再回去拿吧。这个是原版大墓地的音乐，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音乐的。钥匙这么难有吗？半颗红心。其实现在这个是一个道具，买了吧。哦，漂亮，两把钥匙加一颗蓝心。蓝心的话可能不需要再买了吧，我猜。哦，迷你菇。假连射漂亮。是白色加点的药丸，这个我刚才顺便记住了，这真是太好了。魂啊，灵，按我的翻译应该是两个蓝心，然后子弹飞到你身边的时候呢，会缓缓的往外被推开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叫做什么钩子虫，它居然它的那个钩的大小是跟房间有关系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一直都。哦，现在还有一个神器，那当然是白毛头了，这个就不用说了。其实想想，妈刀是比较新奇，但是这实际效果，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好。我去，他居然召唤出来那个炸弹苍蝇！我刚才没留意这件事情，就暂时加速。这是一个神奇的道具，我不解释。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伤害不行啊，所以说还是需要赶紧在哪里搞到一点伤害什么之类的。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肥的奇怪蘑菇增加了 0.5 的伤害。全是，就我拿到的一大堆全是防御性道具，没有什么太直接起好效果的东西。OK， 就需要这个效果，还有加连射。照亮钥匙互换，这个无所谓。哦，那大蘑菇是加 0.3 的伤害，然后 1.5 的伤害倍率，那现在这个伤害应该是顿时好看的非常多。起码有四格了吧，三格，那看来我们起始伤害真的是扎的不行啊。医师都已经加了 0.5 再加 0.3 然后再加 1.5 伤害倍率，居然还是只有三。一般拿了大蘑菇之后基本上都是四，没怎么见过还是三的。胎盘这个东西其实我并不是很想要。哎，这是一个坑爹的恶魔房啊，这个天使房。苍蝇是主动主要输出道具吗？看起来是了。啊，这边回去找一找道具房，我先等等吧。这个东西，像你这样问我，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好。
我们是两红血吧。是的，我们应该是两红血。又来一个白心。哎，有啥味呢？贪婪无所谓。我刚才不知道为什么当成那个把那个白心当成是白点药丸。现在蓄力还可以吧，那你说到绝佳的状况明显也是没到的。要是这把钥匙最好，遗物这个好，若干房间之后呢会掉落一颗蓝心，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的生存能力，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被动的还是拿了，不小心被动的启示录，说了半天都没说出个东西来。我去，这个不太应该换是不是？哎，罢了，这个东西不是很有用啊。第二波是不是那个手啊？不是，那没办法，我想快点出去都不行。拿着吧，这次应该是两倍伤害，但是蓄力变两倍时间，这个很难接受啊。我们又没有那个减连射延迟的东西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没办法搭救的。没有钥匙哈，这就蛋疼了。好，有钥匙来了，绿针加移动速度加射程，不是很有意义啊。我是不是要把那个虫给拿回来？然后呢，其实诅咒防卫应该禁忌，因为能够搞到一点猫的装备还是有意义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还是去看一看吧。其实这次想快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，上次那个妈刀那次差距太大了，跟这次哦，两件猫。我这个猫想拿都不行啊，拿了出不去。这边吗？不是这边。我们还差一件猫，你这天使房真过分啊！这次给的东西，哎，那我可以说什么呢？你要这么过分的对我，我也没话说，是不是？我总不可能拿生命之息然后拼有没有 Isaac 的心脏出现吧，这种做法明显是极度愚蠢的嘛。哎，钥匙好，好了，第二阶段
好了，看看这个，应该还剩两个天使房嘛，看看这两个天使房能够给出来什么东西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应该去。Bad trip， 这个倒无所谓。趁着你还能活着的时候，你就开心的打我吧。我也不太介意，说真的。第二个是什么 ？Loki。这苍蝇。怎么说呢？伤害是蛮高的，但是要用的好，真的是太难了，完全不是我这种渣渣可以操作的来的。好的，猫这么难给吗？看来这个钩子虫反而是立了一手好功啊！不是这个钩子虫，刚才也没有清的那么快。哎，我操，这不是好事情，让钥匙多一点。老妈的珍珠是增加那个非特定红心掉落的转换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也没买多，没有那个什么奇怪的增加那个白心掉落率，给我这么多白心是什么情况？真是莫名其妙的。破圈没打死，这也是神了。这跟白金到底有多大深仇大恨呢？今天什么东西都要硬塞我一大堆白金，可以传送。哎，对啊，可以偷个道具，我都忘了我速度这么快。没有贴身的环绕物就是不好。出来啊，出来啊！一直都是天使房，一直都是三颗蓝星的天使房，真是无语啊！黑石铁肯定最好用是这个了，不用说。触发有会触发那个 bug 吗？触发那个 bug， 但是剩下的东西我都不想要。是不是有足够多的传送牌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啊？对，不要这样玩。哦，这是好东西，减连射延迟二。要的话，我们这个蓄力基本上就秒冲了。把卡诺直接召唤了。好了，没有东西。这猴子房还是应该要静静的，看看是不是四之类的，四之类是最好的。六，
六就免搞了，把我现在的东西都扔掉了，这是明明就是一个作死的行为啊！说起来，如果我遇上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征服会怎么样？他会给我什么道具？可能随意的一个布尔邦道具，都是石头吗？没有。还真是遇上征服了。他好像仿佛在说，你既然不知道，我就给你试一试好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一点都不开心，当然这个加连射还是好的。去你的天使房！感觉宝库我没什么好要的，是不是？反正是诅咒房的东西，我更有兴趣一些。现在的话，这连射还是写一，看来蓄力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写一吗？只能这样理解了吧。可又掉出来一颗白星，这个是搞什么鬼啊？现在小妖包都给我掉白星了，这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很好，没有猫，行吧，这样的话勉为其难把白星也拿一拿吧，反正我的血也掉了比较多了。那我既然这样的话，连宝库也去看看吧。你看这白星是怎么回事？今天，这样一个保护也太让人失望了。月熊破了挑战房里面出来了，也够厉害的。你怎么就不让我从那个保护里面出来呢？这样的话我还省两把钥匙。没有特殊石头，一个特殊石头都没有，给我小石头啊！是啊，给我个小石头多好呢。那我们现在伤害其实真的是很不行，是不是？看到也没什么实际有伤害的地方。不是，大炸弹，等一下，我说不定还真是不会去打。终于在这个完全不影响的时候开出来一个恶魔房了。好的，大教堂，好远的路啊！居然还走错路！哎，这样的话有点让我怀疑，难道是下面吗？居然不是。看这里会给出一张什么牌？两倍钱！哎呀呀呀！你说这是除了骑手给了个硫磺火比较夸张之外，其他什么东西是给力的？或者说骑手给了个硫磺火加那个肥的奇怪蘑菇吧？这样吧，毕竟那个也是一个好道具。急需离开这个房间，再见。急需离开这个房间。
这个可以打。 有那个什么吗？我刚才想说什么，我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啊，你这混蛋踩我这么多次！原牌打 Isaac 的时候就用掉了，你这个伤害加 1.5 也不太够用的那种感觉，还是三格。 世界正好留给下一层。我刚才到底想说有什么，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。现在我们的光条也是对 Isaac 有伤害的。 是在一次的更新当中修正的。我看到那个地方有一颗蓝星，要不要回去捡呢？可能不需要吧。我还是等宝箱，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有什么提升吧。虽然说宝箱里面的东西通常都会坑坑的，因为回去捡有可能被那个长腿蜘蛛老爸踩到，那就没意思了。 圣饼这个好，哎，我打大圣诞还真没兴趣。虽然说有了圣饼之后可能不会输吧，有了圣饼有了石化眼泪可能不会输吧，但是我还真的不想打。哟，这个又不一样了啊！这个又不一样了哈！ 但蓄力现在超级慢了，说不定我会去打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是好的。 你趴在地上干嘛？不，你跑到他的硫磺火身上去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受伤其实根本就无所谓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应该什么鬼啊？ 这聘是，怎么剩下这么一节了？真是惨啊！被蓝妖切断了。到时候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增强，因为开眼科技是我很想要的东西。开眼科技，开眼科技弯勺跟硫磺火还是没试过。然后那个差值计算的那个追踪眼泪呢，会变成一个让那个开眼科技变成一个像方形一样的圈，还是相当的有意思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看科技加追踪眼泪这样，咱科技其实也可以，看科技。Yes, Mr. Maggie。剩下的房间都清一清吧，打到弄到我就弄到我了，我也不管。2602，这时间还是蛮快的。 还好有肿瘤帮我们辅助一下，不然的话这个蓄力会很郁闷的。肿瘤这种减连射延迟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好，就是可以连这种把你的连延迟啊，不是连迟，把你的连射降到超级低的这种道具也可以平衡掉。 哎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道具掉落了。
这个完全不能算是一个道具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一个。会是让我如愿的看眼科技吗？三个字怎么可能？还是四个字？处女座、哦。就我们还是三伤害是不是？哎，当然这个三伤害呢倒不是很怕，因为现在四条光束，那这个伤害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来，哎，这个简直报仇一样的报。居然有两个莫名其妙就被定住了，我也是笑了。他居然造出来普通的七宗罪，我就真的打得这么慢吗？以至于你要召唤这个东西来侮辱我的智慧。第一阶段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好，搞定。啊，你把炸弹吃了，还能这样玩？哎，这个弹幕我没见过，什么时候搞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啊？还挺酷炫的，我还真的没见过他放这个弹幕。一人 win 77，好，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